要说娱乐圈的包子脸飞赵丽颖莫属了，简直萌萌的，有木有？而近日萌萌的赵丽颖竖着丸子头出现在某机场，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粉丝的目光。据悉，3月22日，赵丽颖从厦门机场飞抵北京机场。戴着墨镜，扎着丸子头，白色上衣配短裙，衬托出修长的美腿，素颜的她皮肤白嫩无比，简直吹弹可破。网友看后不禁感叹，丸子头好萌啊，秒变18岁的节奏。